每一套婚纱照拍得仿佛时尚杂志封面照，没有白纱礼服，反倒是打扮休闲入境。新娘还换上一身黑的帅气造型。这是张艾嘉儿子 Oscar 王令辰和大陆超模游天逸的婚纱照。两人交往七年后决定步入礼堂，最开心的莫过于金马影后张艾嘉。新婆非常之好，非常之善良。其实我一路都觉得，恋爱好容易噶，相处好难噶。結婚更加難，結婚唔係一個咁容易嘅事，婚姻唔係咁容易嘅事。大家都知道佢經歷過曾經唔好嘅事，不過佢都自己咁勇敢地行出嚟。對佢最大嘅心願就係希望佢一路唔只係身體健康，我覺得人一定心要善良，呢度要健康。王令辰九岁那年在上学途中被绑架，震惊演艺圈。如今成家立业，做妈的张艾嘉只希望儿子健康开心，不急着抱孙。妈咪有冇催你都快啲有个做人计划咧？冇啊，我哋屋企呢方面好 laid back， 希望你嘅人生你自己拣你嘅 time schedule。你要男还是女？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小朋友，所以说性别对我来讲，觉得都可以。我专门帮我太太设计一个我觉得好简洁，亦好搭，即系好容易搭配到佢嘅平时嘅装扮嘅一个戒指。婚礼当天席开50桌，几乎半个演艺圈明星都来了。刘嘉玲、李心洁、柯震东、吴建豪、陈柏霖、王阳明一起见证小两口的人生大事，也充分展现张艾嘉还有他儿子的好人缘。TVBS 新闻周日凤阳晴台北报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